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张，继续排位啊，第五季，我是烟，上来就送我，哎，我这个钢丸，这手柄感觉，很多招还没搓出来呢，但是在右边往左搓招。会好搓些。嗯。呀，啥意思啊？他在挑衅我吗？我也来一个，嘿嘿，我也会啊。我可没时间跟你挑衅。呀，走，你直接跑了。哎，好吧，重新排吧。这是对战1900分的新角色的艾尔马克，我还不会打呢，没咋遇到过。这是正常阿什拉的一套连招，刚才几次都没有搓出来。咦，他会延迟起身，他延迟起身了。这放的啥呀？我靠！我去，这么猛，还能连？我估计我这都吃亏了。死不了，死不了。我能不能砍到他啊？能砍到。埃尔马克带新角色于凯奇。350的伤害。先不花。耶，这个是要下方。哎，没掏出来。几个手也不行，直接砍吧。哎，哎呀，直接蹬一脚岔气了。残忍终结。Brutality. Ashrah wins. Round one. Fight. 想往前跑，扎他没有扎到。哟，应该是轻手，让他炸气。啊，不叫援助啊。哇，这是啥呀？压制，压，哎，坚持起身了，呵呵，距离不够，哎，还是不够，还不够，哎呀，他跳了，蹬一脚，蹬一脚，烟，哎。他这个应该是练新英雄。我去，打个波月头，这是月头，这距离远，连两下，这是正常阿什拉一个伤害了。能给他，好像残忍终结带，行，很轻松。
估计他这个不是查完的角色。应该是升级了。哦，升级了，他是1900分。看看升级是给的啥。啊，这个目标是达到第二个刘康皮肤，就不打了，水平有限。嗯，这个是李梅的头饰好像。哦，对，应该是李梅头饰。下一个是，这个应该是塔尼亚的棍，然后就是刘康的皮肤啊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